干嘛呢？摆正呢？没有，家里东西太多了，实在放不下。我呢，就打算断舍离一下，放不下可以放我那儿啊。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嘛。怎么样，今天还顺利吗？尽在掌握。给你看个东西，这是我这么多年全部积蓄，厉害吧？徐总监很能持家吗？那是当然，还有呢，就是这些包包我平时也用不上，如果都卖了的话，应该会有很多很多钱。方琦这个大嘴巴。不是说好了你信任我，我信任你吗？所以有什么困难的话，我们一定要一起面对，对吧？你对你男朋友这么没有信心啊？我当然有信心了，这只是 Plan B。对了，你怎么样？我听说翟总听了你的项目。不是说好了你信任我，我信任你吗？所有的事情总会有解决办法的，对吧？知道了，哎，带你去看个东西，把鞋穿上，走。来，我爸来了。你怎么知道啊？这个是我们家专属的。对呀，你爸把汤倒到楼下，然后就走了。我让他上来坐一会儿，说什么都不上。怎么了？吃醋了？没有，我爸这就开始向着女婿了。想喝吗？不想喝，那不喝了。呵呵呵。我爸妈对你啊，比对我这个亲女儿都好。好香啊！那是当然了，家人的味道可是什么米其林餐厅都比不了的。徐青啊，从今天起，你可不能再欺负我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现在有家人撑腰了。